去年在高雄真的恭喜五月天创下了55,555人的超大型演唱会的盛况。今天我们要邀请他们十大风云歌手五月天在现场也要给大家带来精彩的演出。现在请热烈的掌声欢迎 Mayday。谁用掉了我的牙膏，我的鞋和外套是谁穿得了，那是谁在我家大放虚招，镜子前他和我一样的外表，谁拿起我的大脑，谁控制我的手脚，是平板 A 将我搬掉，还是我的命运不敢自己死掉，想要跳那就跳，想甩就甩，跳就跳，跳跳跳是说有多谁笑，那是谁知道高只会大在跑，那是谁被统计正在逃跑，催眠时放下了自己的微笑，谁控制我的大脑，谁控制我的手脚，是你的爱将我搬掉，还是我的命运不敢自己死掉，想要跳那就跳，想甩就甩，跳就跳，跳高高别高高，高高兴当然我要，要不要难道要别人帮你决定好，吓坏自己的心跳，看到这个就很后悔了，去年十二月没有去看那个50,000多。好好好好，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好好要喊 uncle 可以了，但是你拿了张芸京的牌子喊 uncle， 我是觉得这画面有点奇怪。好，没事没事，对不起哦，今天时间很紧凑，我们就只有一首了哈，请大家多多包涵哈。但是不要忘记要赶快去 KKBOX 尽情点播五月天的歌，让他们明年冲到冠军，我们就帮他开一个个人秀这样子啦，好不好，请大家多多帮忙完成阿信的愿望。去年有没有人去高雄看那个55,550，很令人嫉妒哎哈，因为工作关系没办法去，我本来是问阿信可不可以为我改期啦哈，但是那个不可能的，哎呦我没咖喱啦，你就给我抱，你就抱到最后一秒钟为止啊，不准放开。